好了吗？当然，和十三年前一样。今儿这事儿，如果不是我帮着善后，你这婚怕是都结不成吧？这酒我可不白拿吧？不就是死个人吗？大惊小怪。死人你不怕，但这活人我看你怕不怕？那这状元图你可还曾记得？这难道当年有漏网之鱼？怕了？放心，我已上报此事，很快就斩草除。芙蓉出世阎罗衣，妙笔生花壁上仙。好，好，美人凝脂花，圆梦细水。我叫成人，在这个红泥镇生活了20多年。这里民风淳朴，商业兴旺，是连接西域的边陲重镇。而我本人，清新俊逸，笔墨精妙，堪称全镇第一画师。哎，在这个地方甚是屈才啊。虽然我师父也有点本事，但画风古板，迟早会被我超越。啊，不是一定。前面这个身材窈窕、步履婀娜的女子是我的师姐，也是这镇上官府里唯一的仵作。你们看啊，她对所有人都那么的温柔体贴、爱心满满，怎么唯独对我除外？忘了介绍，她叫白千姬，我给她起的外号叫白切姬。哎，接下来就介绍介绍我。哎，这个可不是啊。这就是一个向我买画的客商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熠熠生辉？爹，怎么就是那么的不凡呢？哎，汪大人不聘我做个官署画师，简直就是红泥镇的一大损失啊！来个烧饼，成人，拿好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还是太低估自己了，干脆直接出师算了。师傅。大家请看，哇！这地狱图是原江湖第一画师陶江的作品。上月有人在西域找到这幅真品，我们红寒馆可是倾家荡产才收回来。
你们看看值多少钱？这陶江先生画技非凡，曾凭地狱图名扬天下，十几年前却离奇失踪啊，只留下无数谣传啊。这画中果然是人间炼狱啊，和谣传一样，这描绘的主刑地狱栩栩如生啊。再看各路画师仿造的赝品，哪记着万分之一呀？除了我红寒馆，哪还有找到真品的门呢？好，好啊！汪大人果真风雅，不如您先开个价。哎，陶江先生的大作，千金难求啊，本官怎敢开口啊？汪大人出价一万钱，哎，还有没有更高价？我出一万五，我出两万三，哎呦，我出三万钱。要我说呀，一钱不值。哎呀，哎，成人？我画的。哎，这不成人吗？桑榆先生，你可真是教徒有方啊你！哼。老门。好的，师傅。你知错吗？知错了。我这脖子不行，不是，这不怪我，我就想卖二十钱，不是谁能想到美娘起价就是一万钱呢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学画？喜欢呗，是吧？那你又为什么喜欢？就是想多看看这人间，然后画画这花花世界。你都没入局，看什么世界？拿不起放不下。不是，那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把放下拿起来呢？一派胡言！你看你都说不清，你看过来，把我拿下来，撑不住了，来，啊，好我，就这个，你觉得你画的很好吗？这还行啊。这地图不就是把人家画成地狱？哎，你看这俩犄角，弄你脑袋上，你不也是妖怪了吗？我是妖怪，我是妖怪。哎呀，别生气啊，师傅。好了，师傅，您不是常说一个人知错能改，要走心吗？咱们这是对牛弹琴。对呀，我就是头牛，师傅。他就是头牛。嗯，下不为例啊。那个师傅，来，给你看幅画啊。虽然这个写意，您厉害啊。可是，我这个美人出浴图呢，是不是更精湛一些？你个下流坯子！给这个给你，你别跑！啊！成人，师傅，你把我打死他！哎，别打了！我张师傅，你放走！你给我出来！别打了！桑榆先生，桑榆先生，五哥来了，有大事了啊！镇上有命案，请前妻姑娘速去现场。此案应是模仿犯罪，何以见得？死者死状和地狱图中的景象极为相似，凶手可能是因成人画的赝品受到了启发，蓄意制造恐慌。孔差事，在没验尸之前不能凭空推测，真相如何一验便知。哎，这模仿作案也太悬了。成人记录，死者身份不详，头部被利斧斩断，全身被沸水煮烂，下腹淤血，颈部无大量出血，现场未发现搏斗痕迹，但四肢有很深的勒痕。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尸体并未完全僵硬，且没有明显尸斑，说明死亡时间未到十二时辰。四肢勒痕、湿疹、腋下淤血，说明死者生前曾被长期囚禁虐待。姐，这宅太碎了，不像有利之人所辟啊。案发要地，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想我姐了，我过来看看她，问问她中午吃什么。你乱画什么呢？还没画呢。哎，大人，要不画画您吧？您看您这眉清目秀的。我闹红寒馆的事还不长记性。哎，姐，孔差事，那缸里的水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，我看应该是药。好，孔差事，帮我把尸体和尸水带回官署，我要进一步勘验。好。汪大人，白姐姐，不好了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这么慌张？汪大人，官署的画师李柏在家被煮死了。什么？庙里有个女人被煮了。被煮了，像凄惨。哎呀，官署的画师啊，李柏没了。
也被煮了。刘玉出这事儿跟地狱图有关，连环杀人，还有做，可都去验尸了。死者官署化尸李柏，死状全身蜷曲，身体由外至内烧至焦化，并附着了某种药粉，胃内有千日红残留，颈部同样被利器斩断。目前两具尸体均未发现头颅，推测这两起案件系同一个凶手所为。等等，姐，为什么人被煮了，头还没了呢？白五做你所下的判断，和孔老大说的完全一致。这是有预谋的连环杀人案。这两起案件的死者虽然同样是被煮，可庙里女子是死后被煮，李柏则是活活被煮死的。这死的也太惨了，我昨日还在桑榆先生的画室看到他。哎，可是这么高的温度，这玉桶怎么会完好无损呢？还有啊，这砍下女尸的头是为了隐藏线索，可李柏我们都认识啊，这么做又是何必呢？这些问题我目前也没有答案。哎呀，哎姐，这酒味太怪了，是有些不同寻常。等等，红姑酒铺。张大人，恭喜张大人，百年好合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捧场，谢谢。哎呀，漂亮吧？新兰花，哎，恭喜恭喜，快快快，哎，请。张大人恭喜啊，人多到齐。张大人恭喜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我商兰和红姑大喜的日子，一会儿大家进来喝口喜酒，不醉不归。好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恭喜恭喜。山大哥，我受完粉子钱发现二掌柜失踪了，牵着一起放下。红姑，一日三命，一个剪刀自裁，两起连环案件，就连官署里的画师李柏也在这时候死于非命，搞得人心惶惶，让本官的脸往哪儿搁呀？事发突然，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急速查办。急速查办？现在有结果了吗？凶手是谁？连环作案到底是为什么？对了，我今天跟红姑说李柏被煮死的事儿，他就念念叨叨说什么状元图，说不能连累你，没想到他就……商兰呢？商兰干什么去了？大人，自尽的红姑是商兰哥的妻子。什么？三起命啊，两起与官署有关，饭桶。大人，商兰身心深受打击，估计没法再专心查案了，我看就交给我和弟兄们来办吧。全城戒严。这接连发生的案件打破了红泥镇的平静，一时谣言四起，草木皆兵，而我总觉得这些案件仅仅是一场序幕。商大哥，红姑自尽前穿着喜服，说明她很向往和商大哥结婚的。即便自尽了，还把自己打扮成新娘。随时和弟兄们聊聊，我们都尽力的帮帮忙。田大嫂，听说你是红姑的闺中密友，又是第一个发现红姑自尽的人。是，
红姑家乡遭难，丈夫又死得早，自从五年前她搬到红泥镇开酒铺，就一直在我丈夫的药铺存善堂购买草药酿酒，所以我们的关系就一直特别要好。哎，等等，田大嫂，你刚才说这千日红是药酒，那缸里的水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。姐，我说那天味儿怎么那么怪，你记得吗？你看，红姑最近有什么反常吗？没有，红姑一心惦记着婚期，这些天她除了高兴，哪还有其他？大姐，高兴是肯定的。这么问你啊，你这闺中密友结婚这前几天，你没去帮个忙吗？我昨天一整夜都在家，我没有出门。昨天不是，我是问你说，谁能证明？对啊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没有人能证明啊。你这不等于没说吗？是不是姐？田掌柜昨晚一宿没回去。田明他整日琢磨医药，常在存善堂过夜。哎呀，你们这不是在怀疑我吧？我今天跟红姑说李白被煮死的事儿，他就念念叨叨说什么状元图，说不能连累您，没想到他就……这幅画你们怎么看呀？嗯，这幅画乍看挺粗糙，但是画画的人功力一定十分深厚，而且应该来自于西域。你看这个纸张里面掺着动物的毛发，所以柔中带韧，而颜色呢也是矿物着色。你要说这画不是一个大师画的，这我还真不信。还算你有点眼力。不过呀，你只看到了表象，里面的本质却没看明白。你们看啊，这张画纸张价格不菲，画工精妙卓绝，但是这画上的落款墨迹较新，格格不入。你就不想想画得费尽心思有狗尾续貂是为什么呀？所以这画跟红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红姑想要暗示我们什么？为师倒是可以调查一下。啊，好了，师傅。啊，在外面要注意身体啊。嗯，在家看好成儿，别让他闯祸。放心吧，师傅。早点回来啊。师傅，跟师贤问个好啊。去。这是血！哎，姐，这酒怎么有血腥味啊？这庙里的女尸骨质洁白，没有中毒迹象，那为什么还要煮它呢？就是，你说这尸体都被煮熟，我明白了，掩盖身份。啊，这个女人是红泥镇的人，去把庙里的煮尸水拿来。好嘞。别急，哎，红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让我瞅瞅。
没事儿。什么人？别跑！小子，别跑！想破脑袋都找不到线索，我都替你着急。你跑！让让，让让！别跑！别跑！这贼人跑哪儿去了？小子，喂，别跑！你先别动，线索就在这存善堂，往这里查。你让我信我就信。是豪宅，这棉花案只是个开始。牌块你拿好，会用得到的。哎呀，不追了。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存善堂怎么阴森森的？你这贼人，等我抓到你了，定让你磕头赔罪。还挺疼。哎，这存善堂不就是田大嫂丈夫田明开的吗？怎么还有股腥臭？三更半夜到我纯善堂后院做什么？我回家路过，肚子疼，绷不住了，来几个厕所啊！哎，对了，晚饭就是跟你们田老板一块吃的。哎，不行了，哎，我先走了，你看看他有没有事儿啊？等等，你认识田明？啊，好兄弟，我就是。哎呀，滚！我没问完呢。听说红姑从您这儿拿药方酿酒，哪来的什么药方？啊？那红姑呢？从来不认识红姑。哎，还有点疼。哎，姐，我跟你说啊，那黑衣人根本不可能是田明。田明瘦得跟小鸡崽子似的，我一脚给他蹬飞了。哎，但是啊，那存善堂里有个小黑屋，还是很奇怪的。我离老远都能闻到那股腥臭味。这不是你要的酒吗？荡妇，白姑娘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别问我了。你是红姑最好的朋友，我只能问你。红姑死得不明不白，你心安吗？田明比我知道的更清楚。咱这个时候来存善堂能查出什么呀？官署查案总不能闯空门吧？他真有见不得光的东西能大白天给你看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走吧，晚上再来。为什么都看着我？成天给我装洋
救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？我问你啊，今天是不是有人来找我了？是有人来找你。谁？谁来找我了？但是我什么都没说。不许说，不许说！我跟你说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为了我们好，你知不知道？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你千万别逼我，你别逼我，别逼我！张大哥，红姑酒库有一个密室，里面全是天明和红姑娘的禁酒，他今晚会去销毁证据。千万别说我说的。慢点去。不会撞见天明吧？我让小姨在门口接应，有情况咱就撤。你闻闻这味儿多大。师身上也是这味儿，确定是这儿吗？我确定，腐臭味就是从这儿传出来的。弟兄们都在，知道你能打，你就跟我们回趟官署吧。是这个女人诬陷我，是不是？你输了不算，你要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跟我回趟官署吧。再说田明死这儿了，你脱得了干系？回去就回去，我又没杀人。嚯，闯空门还点把火，姐。你比我胆儿还大，真豪杰！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姐呢？你话怎么那么多？哎，姐，像个床啊！哦，还挺会享受的，姐，这洗脚的，你别说，哎，这挺爽。啊！这股腥臭，很可能是落胎药与血相互混合后的味道，说明此处才是那具女尸的第一案发现场。这存善堂内堆放的各种器具，在一般的医馆很难见到，除了用来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，应该不会有其他用处。所以这不是普通的床，而是用来给女子落胎用的。女子服下药后，就在这儿进行落胎。这哪是存善堂啊，这简直就是存恶堂嘛！你还记得那个煮尸水吗？记得，药粉一落入，
主事水就变红了，说明他死前有孕。那胎儿呢？太残忍了，姐。女子意外致死，凶手怕担责任，所以将她毁尸灭迹，煮得面目全非。哎，姐，那凶手不就是天明吗？不好了，出事了！镇上又有人被煮了。